誒、開咗添啦！開咗啊！喂，玩具 TV 第廿九幾季第七集，咁啊冇乜嘢好玩，玩女咁啊，大家都耳熟能詳噶啦，每次都有介紹嘅 Radio Eva 系列，今次終於出到 Part Two 嘅凌波麗啦。某程度上 ，Hobby Max 佢出親嘢都冇乜點失手嘅，而我呢一隻都係空運版，因為又有折啦 ，Army Army 咁啊嚟到香港都係幾嚿水。係咩？係啊，所以冇辦法，即俾。因為之前聽講係四位數噶嘛。係啊，佢 Part One 大當其時，其實始終有兩個版本嘅，一個就係、是網上版啦，網上版就個色會沉啲啦，但係個收藏價值會高少少啦。另外一隻就原色版啦，原色版就、相對叫做易入手少少啦，咁但係顏色方面就會跟翻真正嘅卡拉通原色咯。冇錯。冇所謂嘅，主要睇你中意啲乜。誒，未開喎。未開啊？而家開。好啦，咁啊，其實每一次呢一個 Radio Eva 嘅人物系列咧，某程度上都係賣廣告嘅。賣咩廣告咧？時裝。喂，佢呢招真係絕啊！你幫我宣傳，我幫你宣傳，兩個產品互相宣傳，呢啲咪高咯？呢個係好嘢啫。係咁啊，絕對係哇！點解我會咁中意呢個系列咧？就係、是、坦白講，侮辱路嘅呢啲一定咁，但係我就真係好中意呢一類型咁踏實咁侮辱路。我諗咩？馬利蓮侮辱路係啊，馬利蓮侮辱路。哇！呢個幾個裝有啲難度啊，因為多一句啊，佢呢啲柱冇插錯柱嘅嘢咧，就要實少少嘅。不過基於我係一個比較温柔嘅人咧，咁、所以即係縱使係柱都好咧，咁我都會可以好。我方向啱唔啱啊？應該啱啩。不過咧，我啲温柔搭夠啦，咁啊，哇！進入咗啦，進入咗，但係未到底喎。係咁啊，要俾下。點都要有一嘢深入少少嘅衝擊嘅。哇！我勸你都唔好拮得咁實喎，仲要掹出嚟又。哦，一陣掹唔到出嚟嘅。係咯，又啱。咁算啦，係啊，就咁算啦，就咁係啦，輕輕扶住。哇！後邊嗰、那個，哇！呢件衫即係。或者玩呢一個 Hobby Max 嘅 figure，特別係Radio Eva 系列，點解我會咁中意咧？雖然我唔玩女啊。我買回來就純粹想欣賞他的時裝 Fila 全身都是 Fila 不是啊，我們應該是讀 Fila 哦，是的 Fila Fila 是的，你會看到當然就著本身凌波的造型和他的頭髮也都用了一貫的藍色粉藍色和一些深色的色調去做一個分線，所以它的髮型我不敢說很濃密，但是你會看到個層次感是很出的，這些位置麻煩你小心啊，咦，軟膠的 OK 的，輸少一點不過都會爛的。那膚色方面的分野也都很出色啦，隻眼就用了疑印的，整個凌波麗的面相都乾淨利落。好啦，頭先講咗，我買嘅係時裝，係服裝。咁今次 Fila 其實有幾多件頭去俾你睇呢？凌波身上所有任何嘢都可以買嘅，亦都真係有呢件產品嘅。最靚就梗係呢一件 Fila 外套後邊呢一個布位啦，塑膠透明膠，而印咗一啲。類似鱷魚紋和一些野戰紋，摸下去其實是凹凸的。如果真正這件衣服摸得真的姣紋，在後面加塊這樣的東西，後面這塊應該可能是蕾絲來的，但應該是沒用，不是，純粹裝飾而已。你會看到最可怕的是本身那些布的接紋，它是處理得非常好的，同埋你見隻手壓落去嗰種曲線嗰種自然感咧，係做得非常之靚，個感覺真係好自然。索腰嗰條繩咧都有動態，嗰條係啊，嗰條咪前面嗰條繩。我覺得後邊嗰條先勁啊！你睇下呢一條車上去咁樣，大佬。咁另外當然就係佢呢件外套嘅一啲拉繩啦，一啲金屬扣啦，即係嗰個古銅位啦，啊勁！
果然是內行啦，佢做呢行噶啦，係咯，拉鏈啊！你睇唔睇佢拉鏈啊？黐線噶！唔好以為即係淨係啲機械人先有啲咁精細嘅地方，衫嗰度佢都可以做到呢啲拉鏈扣入邊嘅線啦、啊。即係其實我哋玩呢啲嘢就好中意睇細節，係啊，細節越豐富咧就越開心。你會見到喺外套同埋件 T 恤嗰個分嘢嗰種分件咧，亦都係分得好靚嘅。我唔知佢點樣即係啤上去，我呢個真係唔知。咁啊，可能要問翻啲專業嘅朋友啦。咁啊，入邊嗰件 filler 嘅 T 嘅字樣下邊寫到明 Evergallian， 一定係賣廣告嘅。佢都果然係好符合到佢個名喎，即係零，即係零波嘅喎。嗱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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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係講得啱，所以我覺得我唔係一個鹹濕嘅人，我真係買服裝。我反而覺得佢呢一個演繹咧，凌波麗係好高。係啊，咁佢、本身個形態佢都係高高瘦瘦嘅。不過話咗能嗱，又關對鞋嘅事啦，因為 Fila 好興就係呢啲增高鞋、鬆高鞋，係 啊，鬆高鞋。另外你會見翻佢件 T 嗰個陰影咧，係、淡淡然，好自然，真嘅。你會見到佢個上色色差其實唔大，完全可以做翻原本即係嗰啲 T 恤嗰個質感嗰種微細嘅皺褶紋啊！黐線！咁當然佢嗰啲 logo 啊、rally 啊、嗰啲字樣、嗰啲章啊，亦都耳印方面係非常之出色嘅。有師兄話個盒有冇咁大？使唔使做咁大個盒？係。咁啊，當然咧，條褲就相對係比較簡單嘅運動褲，所以我哋將個 focus 落翻去佢對 Fila 鬆高鞋度。係啊，哦，原來呢啲鞋係增高鞋，係啊，因為女仔嗰啲，你會見到本身個鞋底，成隻鞋嗰個造型都非常之出嘅，一比七嚟講，基本上完全冇乜特別嘢可以挑剔，成隻嘢就係咁噶啦。咁啊，連佢嘅手指甲。都是有油的，是啊，亦都是油得非常之靓嘅。哇，佢呢个左手嗰个姿势真系好舒服，好自然。咁啊，讲究啊！我点都好啦，我都要再掹翻佢出嚟。做咩咧？哇，几实实噶，系啊。点解咧？我想睇个鞋底啊。有花纹啊，一样有花。跟足。我啱啱喺地鐵度見到有個真係靚到服裝比較奇異嘅男子咧，佢著咗一對增高鞋，鬆高鞋直頭係，但係 Crocs 嚟嘅，拖鞋 Crocs， 但係厚底嘅，即係咁厚底到啦，唔止啊！咪成個坦克車咁，裙底，但係由翻呢個角度睇，佢對襪都一絲不苟，係黃色襪，冇錯。初號機顏色同埋零號機顏色，我成日覺得咯，呢啲咁嘅 crossover 咪叫做有誠意咯。呢啲係直頭係咯，係高層次噶啦。所以介紹完啦，幾快？好，轉頭見，轉頭見。